昨晚这个吃火锅视频，有些人说不是阿战。来来来，看一下是不是同一件，一样里面没带。一样没带。啊？同一件哦。发现完播，你也确实是炖完，他七月前就加你盘子的肉了，你八月还在问他为什么不吃一盒你没动过的炒河粉，明明自己有啊。 不是，因为老王刚给我吃了，吃了，给你吃吧。你给我吃了，我没吃。对，为什么不吃呢？因为我觉得老王都没吃，我吃不太好。啊，我吃了呀。你没动啊，那盒新的呀。吃完了，你把新的给我，我觉得不太好。我看你一家人加肉加的挺好的。短短5秒视频得出3颗糖，爱心帽，初代CP战姐送给两人的帽子。麻将，你俩啥时候互换口味？我俩就是放麻将，然后会放很多生蚝。现在有点喜欢麻将。 哦，我以前都好不就是吃那个油碟，然后加那个大蒜，但是北京酒来北方久了之后，我就喜欢吃麻酱了，麻酱配大蒜，吃麻酱。对，开始是吃麻酱，后来在剧组认识一个朋友，就教了我这样吃，而且这样吃辣锅不是很辣。话说月饼，你不觉得自己很亮吗？吃那个麻酱火锅。阿丽吗？阿丽吗？要喝多少钱？